大家好，我是高 Sir 啊。咁啊，今朝早咧，即系今个礼拜啦，就系第60周嘅青年发展。今日亦都系星期日。咁啊，高 Sir 啦，在此宣布啊，今日系10月4日，我哋青年快选清洁咧第60周嘅大组行动，我哋正式宣布结束啊 ，end game 啦啊。咁啊，我觉得咧，点解要完咧？因为第一冇咁嘅需要啦，第二咧，我觉得啊，每一个工啊，即系都需要咧过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噶嘛。咁随住一个社会事件啊，同埋嗰个疫情咧都稍缓嘅时间咧，我觉得我哋系应该去重拾翻爱，同埋咧忘记仇恨，同埋即系一定要去放低咗一啲对抗，咁先至可以咧去重新过生活嘅。咁当然即系我哋青年快选青年嘅选队咧，我哋依然都会继续做。咁喺未来嘅工作里面咧，我哋会做一啲修复人心嘅 campaign 啦，兼夹咧小队咧就会将会进行一啲咧行山嘅清洁活动。因为咧过往我哋见到好多嘅葵仔葵女上到山咧都刮到花晒啊，咁嚟紧我哋会有一队嘅行山队，就会咧嗰个上山去到郊区嗰度咧做一个快闪清洁，好嘛？嗱，清洁香港人人有责，咁啊高 Sir 在此啦，去多谢我哋一直以嚟各路各界嘅义工们啊，咁啊你哋系我哋香港人嘅榜样，高 Sir 在此感谢你哋，咁啊同埋最后即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咁啊高 Sir 可以即系承诺所有嘅市民，当如果再有一啲混乱嘅事情出现，或者社会需要我哋嘅话，我哋咧就会真系再次聚集去守护香港，我哋不惜一切清洁香港，人人有责。各位网友，后会有期。挖咩都唔好啦。
皮哥，我有冇手套啊？我有。Thank you.
隻手嚟噶，五大訴求啊！新嘅我上次做咗嘅呢個，